观香，许久未见，你变得让人惊艳。历史的年岁挡不住你的活力，光影间银楼舞动，一口铿锵叙述着千古事。老街融入皮影，静谧中洋溢着动感，惊艳了时光。一笔一画勾勒出璀璨的灯彩，唤醒了儿时的记忆。一代一代传承创新，霞石灯彩在滥觞之地呈现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。江南灯彩艺术街，这是南关乡的新名片。这里有无尽的新天地，咖啡馆、茶楼、书吧，觅一处幽静享受慢时光。你宛若一颗璀璨的钻石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都散发着耀眼的光。一幢幢老厂房，这是你岁月的痕迹，记录着霞石近代工业发展的历史，承载着几代海宁人的梦想与回忆。百年时光流转，如今有了新使命。这里是国际文化创意岛，散发着国际范儿。这里工业遗产融合文创旅游，洋溢着时尚感。国际文化创意岛搭建一流的文创平台，吸引各方人才、文创产业入驻，为创业创新塑一片天。怀揣着梦想，我们在这里扎根，在这方新天地里驰骋，在这里遇见美好未来。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这里有着纸模的足迹，有着浪漫的情怀。干河街曾经霞石的中心，海宁的商业文化中心，这里有时间留下的历史痕迹，更有属于当下的时代印记。踩着诗意的云彩，沿袭着浪漫的气息，它带着婚恋主题文化街区的新 IP 魅力袭来。这里有设计师建筑、文创店，迸发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火花。这里有临河民宿、咖啡店、书店，勾勒着舒适闲逸的慢生活。这里有婚恋策划、人文商业，打造着精致独特的专属浪漫。先有横头街，后有霞石镇，曾经的江浙米粮集散地，而今正焕新重生，延续着老霞石的历史文脉，酝酿一站式城市国际化社交综合体。三五好友在这里相聚，走进酒吧把酒言欢，走进潮街领略潮流，沉浸新横头街，任岁月静静流淌。两山加一水，一岛三街区，这里是霞石景区。有一种好叫生活在海宁，在这里有一种好叫生活在海宁。